主要还是要大家共同来研究，共同取得一个抗战史的认识。所以历史上我们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那么在1895年，那么虽然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，但是台湾在抗战胜利之后，毕竟它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在历史上，两岸永远是一家人，所以以史为鉴是我们的应该做的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